今天翻找冰箱，发现还剩两个鸡蛋，想了想好久没有吃松饼了，索性做了个酸奶松饼塔，不用打发也不用寄比利哦，这应该是最简单的小甜品了吧，快做给喜欢的人吃吧。因为我用的是草莓味的，所以草莓的香甜一下就激发了出来。这款酸奶是植物发酵的，零胆固醇，零反式脂肪，喝起来零负担哦。一盒里面大概有两个苹果的膳食纤维含量，帮助消化。松软香甜的松饼作为懒人早餐也特别不错哦，一定要是熟，好吃到爆。